惠树林场的总面积有7477公顷，然后区内呢有85%都是原始的天然林，因应的林场的植物种类繁多，同时呢，造成了野生动物最佳的一个栖息场所，所以说国际观鸟协会把它列为到台湾来赏鸟的必定造访的地点。散步在我们林场的步道间，还可以观赏到关刀溪、北港溪的山谷的美景。当然还可以带小朋友到我们的涉水步道，或是到我们的咖啡园去品尝我们惠孙著名的咖啡。惠孙林场是国家级的风景区，我们竭诚欢迎全家老老少少到惠孙林场快活一下。